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ris 的崇用。那我今年是25岁，在韩国的话，明年就要变成27岁啦。我的身高是185，体重在减肥当中，就不先告诉大家了。那我为什么会来到韩国呢？因为就是在台湾太无聊了。那之所以为什么又在韩国继续生活呢？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韩国的生活有点无聊，想要再找点乐子做。所以就是每个礼拜都一定会去中路、弘大、梨泰院等地方喝酒，大家说不定也会在这些地方遇到我咯。这个不是交友广告，那其实这支影片是 Chrissy 之后系列影片的预告，关于外国人要怎么在韩国活下来，那活下来之后要做点什么呢？滑雪、泡菜，甚至是夜店、美食都可以。如果对活动有兴趣，或者是对小编有兴趣，或者是想要叫小编去做点什么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最后的最后，对我们的影片感兴趣的话，请记得帮我们点个 like， 然后订阅，甚至是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在每个礼拜二都会上传。如果